光之银河联邦信息，关于银河之门开启，来自高密度博客。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们，最近打开的银河门户正在导致你们的 DNA 发生重大变化，这将使你们能够从第三维度提升到第五维度。从第三维度上升到第五维度是什么意思？第三维度是二元性、分离性和限制性的较低振动，第五维度是统一、一体和无限潜力的更高振动。星号以下是您在扬升过程中随着 DNA 变化而需注意到的主要变化。一，你会感觉轻松很多，仿佛肩上的重担被卸下了。二，你会开始感到精力充沛，不那么疲倦。三，你会感到更加自信和自信。四，你将能够比以前更容易地与你的高我、向导、天使和大天使连接。五，当你学会更好地倾听他们时，你的直觉、内在认知和通灵能力会变得更强大、更清晰。银河门户将帮助你释放任何剩余的基于恐惧的想法和情绪。恐惧包括愤怒、嫉妒、怨恨、受害、自我怀疑、羞耻和内疚。王冠将加速你释放基于恐惧的模式的过程，这样你就可以轻松优雅地前进。这个清洁过程可能会让你的第三个脉轮太阳神经丛感觉像是着火了。这种火正在净化你的身体，并帮助你将密集的能量转化为更高的振动频率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接缝处被拉开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像一个椒盐脆饼，或者如果你感觉像一个橡皮筋被一遍又一遍地折断，那么要知道，这些都是美妙的经历，因为它们正在帮助你放开不再为你的生活服务的旧能量。你会注意到你的身体、情感和精神体的巨变。门户正在迎来一波巨大的宇宙能量浪潮，它将在今年全年持续涌入，并一直持续到明年。你被赶出了你的舒适区，因为你需要适应地球上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。这些变化是渗透到我们星球的光线增加的直接结果。你可以感受到身体、思想和精神中的光。你正被高频能量轰炸，导致你忘记自己是谁。随着这些能量继续进入，你会意识到你一直赖以生存的真理不再为你的灵魂服务。当你的旧自我死去，你的真实自我显露出来时，它们将变得过时。你会开始明白你是一个真正具有人类经验的精神存在。您将引导他人踏上回家的旅程，因为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本性。你会发现一切都是能量，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，即使它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同。你将寻找以更高频率振动的人、地方和事物，这样你就可以提高你的振动，并与他们一起提升到第五维度。您将开始听到、看到、感觉到和知道超出您五种感官的事物。你将开始接收来自更高领域的信息下载，以此作为一种方式来记住你是谁，以及你为什么在这个惊人的提升时期来到这里。您还将更充分地打开您的心轮，这将使您以全新的方式体验世界。当你意识到一切都很好时，你所有基于自我的恐惧都会开始消失。你的意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远。你的梦想和愿景可能会变得更加生动和强烈。你甚至可能开始有初体体验 OBE 或清醒梦。您可能会听到来自天使、
精神向导、大天使、祖先、已故亲人或其他天上存在的灵巧信息。Clairaudience 的意思是清晰的听力，这是您的精神向导，试图引起您注意的最常见方式之一。你可能会通过你头脑中的第三只眼看到意象或图像，这被称为千里眼，心灵能力，意思是清晰的视野。当你试图做出重要的生活决定或需要帮助解决醒着的问题时，它会非常有帮助。你会发现很难继续生活在消极的环境中。如果您当前的情况与您新的精神状态不一致，您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移动或换工作。你会强烈的渴望独处或花更多时间在大自然中。您也可能每天都强烈渴望冥想，并与上帝、源头、神圣、精神、宇宙，无论您喜欢什么，联系。你对直觉能力开放的越多，照顾你身体的需求就越重要。你会开始注意到，如果你的能量因睡眠不足、饮食不当、喝水不足或运动不足而耗尽或虚弱，你的直觉就会非常虚弱。因此，您将很难辨别什么来自内部，什么不来自内部。作为一个直觉的移情者，当我的精力因睡眠不足、营养不良或锻炼习惯而变得虚弱时，我经常会感到精疲力尽。因此，多年来我了解到，如果我希望我的指导和礼物达到最强的水平，那么我必须倾听我的身体需要什么。是时候把你的生活变成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了，把所有的强大能量都发送给你并使用它，这样你就可以与宇宙和谐相处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被来自更高维度的所有生命所爱和引导。扬升过程对全人类和盖亚地球母亲都是有益的，它将把你从第三维度的这些密集和有毒的频率之中释放出来，带你进入第五维度的爱、和平、丰富、授权和智慧。你的多维意识将被激活，你将体验到你为这个化身展开的神圣蓝图。你会记得你的真实身份，此时你将与你在地球上的特定灵魂使命联系起来。这个银河门户的开放带来了许多变化，但如果我们一起努力并接受这个新的意识水平，每个人都会开始一个新的黄金时代。我们非常爱你们，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，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，我们是银河联邦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